今天要面对这个新的歌手，你认识吗？我有看玩很大，所以我认识。有他的可怕的地方吗？有，因为我觉得他，因为我跟他的那个就是 style 不太一样，我是属比较就是清亮的声音，可是他是很浑厚的。清亮跟浑厚，他比较混蛋。他比较浑厚，对吴亦凡小姐，你有认识吗？非常喜欢，我很喜欢《泪崩了》哦，超级喜欢，真的吗？对，《泪崩了》怎么唱？哎，泪崩了，爱不会为谁倒退一秒的，真的会耶，他有踏破铁鞋，跟你致敬。我想你是误会了，他刚唱那两句是想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唱。是不是踏破铁鞋，谁就能够找到谁？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愿望往昔的誓言，坠落之后还是眷恋吗？粉丝对，粉丝大，这个没有看到。好了，都给你唱，都给你唱。点点是世代传承的意思。不会，我刚跟他唱，其实我们两个都还蛮 enjoy 在这首歌。enjoy 对，因为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就不要管什么，就是唱啊，就开心的唱，就表演，勇敢的去表演。那有看到前面那两个砍到，刀刀见骨，拳拳到肉。来，前辈啊，有什么话想对这新人朋友说的？想跟他呛个下吗？聊聊天嘛。就是我还在喝奶啊，不是我出道，我是讲反的啦。你是不要太紧张。他喝奶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出来啊？对呀。我还在喝奶，你还没有出来。因为我在喝奶的时候，就是一支麦克风，一个奶瓶，对。17年。来，有什么话想对前辈说的？好的，姐姐，我还年轻，不好路，我帮你走就好了。这个经验是无价的，对不对？行歌唱的经验就不要讲，但是青春却是无敌的，无价的。到底是不是能够这个乱拳打死老师傅呢？还是前辈要让你看看，晚生后辈你还早得很呢？两个人准备这一首五月天的歌《盛夏光年》。光年，是爱，放肆自己。
的。来，慢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你们两个是怎样啦？就是比赛，不要放轻松好不好啦？整个都走心了，你们放轻松啦。原来呛虾的部分反而是他们最轻柔的部分，在上面才在呛虾。你们两个在干嘛？他们两个都没有在转弯的。觉得这一段的表演等是两列列车没有减速的对方冲撞过来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后背心很重。心肌肉怎样？来，怎么样？重的话就这样讲。彩排我就说啊，你就这样撑着，他就说啊，没什么，不敢看了。然后我就心想，好啊。真的没有在转变，不，但我跟你讲，你发觉他没有减速，你就吹了你，你太慢，往前面冲出来，对，你前面轻柔了一点，对，因为前面我想说跟着老师的音乐，前面是比较柔柔，后来有鼓进来的时候，我才想他就来，他没有要跟你这个新人心机怎么那么重？天哪 ，Musa， 对呀 ，Musa 在干什么？他是很可怕，因为 Musa 他从以前他演唱的经验很丰富了，对，都是在听得出来，对，很稳，对，啊。怎么样，赢得不得了吧？这个好了，谢谢。有什么话想跟前辈对话一下？姐姐很厉害，真的。姐，叫我姐姐，讲很响亮嘛。是。姐姐，这就算大姐姐。那怎么办？那我该怎么办？没有，你现在讲什么都不是。对，因为你已经赢了。你是没有，你试着讲讲看。讲讲看，不要怕，你不要乱教啦。哎，你听到了？听到。但从你嘴巴讲出来都不用好话。就我教你的，那你就跟他讲。对啊，是宪哥交代的嘛。阿姨。跟这个亦凡一起在舞台上演唱，就已经是很棒了。真的，他是我一波就上去了，很棒。两个人那个声音的那个，哇，不得了，两个上气喘碧落下黄泉，我们都快吓死了，好怕你们唱着把肺唱出来。在旁边，我们是不是所有人都很沸腾，对不对？好嗨哦，这样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，对不对？观众朋友喜欢吃最重。我平常也没那么凶啊，因为宪哥总是觉得说我要唱就是轻柔的歌。是，没有了。那你今天宪哥，我跟你讲。亦凡今天真的有拼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他前一个月哦，应该前两周他脚还绑的石膏，今天他把石膏丢掉，穿上高跟鞋，哎呦，就非得要拼一下，冲一波了。来，颁奖典礼，好，颁奖典礼，那个这个后背有一个东西想要送给你，特别为你准备的，选一个吧，我选一个，哪一个是可爱一点的？可爱的，是这个还不错啦。这个比较开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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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较开朗，这个比较开朗。那你帮姐姐带吗？对，没关系，我会记住你的。现在这新人真的越来越没伦理，对呀，还帮前辈，哎呦，哎，这样子，哎呦，还帮他挑头发，但是好适合你哦，好可爱耶，很适合你啊。笑得多开怀哦 ！OK， 好，谢谢两位。